不然我还是会忍不住要骚扰你的。打的就是精锐，看的就是尾鬼。谢谢 APO LOG，哎，谢谢老板，谢谢宝宝，感谢宝宝，说送就送，再送2本吧，宝宝。我换了一个发型，真的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的，就很刺激。别骚了，好不好？好的。Thank you.
看看消息，宝宝。去宝宝，下身主打了一双带有蝴蝶的小丝袜，粉色的小短裤。谢谢小蚂蚱的魔法书，谢谢宝宝。看看消息，送了魔法书的宝宝，上身穿了一个粉红色的小吊带，还有一个情趣的小手套。老婆真性感呀！丝袜里面是我最后的底线，就不能告诉你了。对，里面那是我老公的家。很正常的，因为本身很多人经常举报我。你也希望我是粉色的，对吗？你也希望老婆是粉色的，对吗？记得给我刷五本书，我把我老公洗干净送你床上去。就没了。
当真？老婆卖骚，老公卖屁，这家人，全家人不就发家致富了吗？我又是一个。行啊，这家发财了呀。说骚话的时候，Yeah.
相同啊。给阿写什么？啥呀？阿的口音哦。不要对女人太大方了，该抠还是要抠的。不应该呀、啊，我很高清的呀，高清无码。高清无码，一分不刷，干87%，剩下的13%魔法书中啊。ありがとう。谢谢杨生，拜托了，老公，他骂我骚逼，我操！老公他骂我，老公。熟悉有没有？大家或多或少有没有坐过这种床？咯吱咯吱咯吱的。
上铺的就是这样子，你的室友的床就这样各自各自的吗？3点钟下瀑布，还有一个半小时。很好，除了我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暴躁的女孩，不建议大家喜欢暴躁的女孩子，大家要喜欢那种温柔的女人。除非对面先打我，然后我肯定要还手的。我要跟老公互殴的。消息，谢谢山川的魔法书。要摸什么学历？小学。扇巴掌算打人吗？看情况吧。护山的话算打人吧。不在意别人给我戴不戴绿帽的，真的。不知道是直播久了还是怎么了，我都不在意，我都不在意我以后的老公出不出轨，给不给我戴绿帽，无所谓的。啊！我是女牛头人。嗯。
没有啦，不是补偿的心理，就是我满足不了他，他可以找别人满足的。主要是干直播干了几年，干的一点信誉都没了。你说我嫁给他，他出轨不是很正常吗？无所谓的啊，无所谓的。快给我送本书，宝贝。一本书，我跟你说一下，我老公出轨事迹，真的，只要一本书说三本书书，我将携手与你报复我那出轨还家暴的前夫。一个老实一点的老实人，比我矮的，还很胖，矮秃顶，一个月工资就3500的那种老实男人。除了看看，感谢 DK，谢谢。
谢宝宝，感谢宝宝三本书，看看消息。谢谢宝宝，看看消息。哪有精力出轨呀、啊？做不过来，我还有力气出轨呀、啊，宝宝！快乐，快乐，已经在小结婚的路上了，已经相亲到一个1.63米、185斤、谢顶的38岁的二婚男人了。185斤，他是人前翘的吗？
我就给，老公要就不给。
分都进不去了。不要乱喊。直升机很屌的，后来嘴开也很屌的，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嘴巴跟手都很厉害。觉得姐在卖骚吧？你有病啊！你不相信我吗？他怎么老来看我呀？你是来这里扫黄的吗，超管？那就换一个温柔一点的声音。
宝宝，好了没啊？胳膊都要震断了。感谢所有的粉丝们。对呀，宝宝，我很难受的，我老难受了，喘不过气，呼吸困难，发烧了，是的，发烧了。谢谢宝宝，感谢宝宝的魔法书。看看消息，搜了书的宝宝看看消息。谢谢建议勋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建议勋搜的魔法书，感谢宝宝。看看消息，宝贝。你怎么不抽啊？你今天心情不好吗？你怎么不打啊，陈峰？你有心事吗？我的意识。
丝袜吗？像个变态似的，吃夜宵的宝宝可以了。
想成我的心，是吧？Thank you.
些谜团。喂，娱乐哥，娱乐哥哥怎么还没睡呀？都这个点了，怎么还没睡觉？他那个笑音，只要是我嘴巴里的词，都会被笑。被亲戚朋友认出来了，不要喊我周芊芊，等我真的被我亲戚朋友认出来了，因为我在老家的时候，我穿的都比那些60岁的老太还要多，知道吧？我上网，你看我穿的这么少，是吧？一些亲戚朋友都认不出来的，不要老是喊我的名字，你知道我叫什么就行。舒服啊，好喜欢啊，好棒啊。
天啊，你不能满足男人太多的心愿，真的。你现在想听哈哈哈，完了下一次就想看批了都。
你真是小母牛坐飞机，你牛逼上天了！我窑里烧出来的又骚又精致。宝宝，欢迎十一哥。有啊，有老公啊。去了，宝宝，不然还能是我男朋友吗？正常的，宝贝。
像赢了宝宝。真的热死了，宝贝。
我10点钟干到现在，我都快干了5个小时了。叫两声你才舒服，你个逼养的臭傻逼，教官怎么进来了？我不吃饭的，宝宝。说我是鸡，我操！可是你很双标啊！
还能绿播呀？没有其他的了吗？其他的不让播呀，其他的让播，我就会让你人在虎牙，心在日本。
家还有女粉啊？我应该没有女粉的。感谢新来的超级火量，晚安了，宝贝。啊！女的不喜欢看我的。姐姐都不喜欢看我的，姐姐觉得我给女人丢脸了，只知道在这里媚男舔男人。
了想添加喘的，可以。